最近有一段时间啊，发现那个屁股左边的啊，有个地方那个皮肤特别粗糙啊，特别粗糙啊。我看到了有人在磨那个模子，磨粮食的模子啊，在磨，还加了一个自己动的啊，自动装置在里边啊，在磨粮食。那个自动装置在那边磨啊，磨磨磨，把皮肤磨坏了。这个是谁呢？哎，四川那边讲那个泥塑收租院啊，讲那个泥塑收租院的，说那个刘文强，强迫那个长工，干活啊，所以呢，他们做了个模子啊，做了个模子一直在转，啊，一直在转，一直在转，一直在转啊。所以那个一直在转，也把那个屁股那边皮肤都磨坏了，一直在转啊。这个，那个刘文强忍不住了啊，忍不住了，就跑到那边，狠狠的踩了几脚，噔噔噔噔踩了几脚，就发生地震了，狠狠的踩了几脚，把那个泥塑一直在转的时候啊，踩了几脚，啊，那边地震了，啊，那边地震了。最后那玩意也不转了啊，终于停止了，不转了啊。好，知道了啊。好，再见啊，再见。